把人过掉一半突分，机会不错，哦，篮板球拿到了。对，篮板球没有保护好。是，这是刚刚上场的丁浩然，哎，这边又是二次进攻得分。今天大江下的比较早，打了4分50秒就下去了，而且这一攻是没有皮特森的参与。好球，又看到了卢昌德啊，简单的上篮打进。纳科，哦，好球，三分打进了。是，篮板球，吴昌泽顶起来自己再上，好球。首发罗杰斯的跟大卫詹姆斯一起上。是，这把这个加的太早了吧？感觉这个积极性是好的。喂，这球传不错。嗯，这是一个假动作，好球啊！这最近一段时间啊，联盟当中一些，对吧？就是起势的时候，好球！你别说，就是吃饼也是一门学问，其实。对，利用然后被过掉了，就还是中程压哨出手，没有打进，篮板球又拿下，嚯！这张一鸣知道叫暂停了，这有点一泻千里的感觉了。对，士气这个双方有一些你这个你上我下的感觉。前场还是防了一个联防站位，但是第一次出球了以后回盯人。好球，这给的漂亮。哎，第一时间也没发给皮特森。等他拿到球，基地给到，哇，这球连犯规都没有来得及，吴昌泽扣篮打进，对，弥补了自己刚才那个上篮没进。这个，防守你抢是一部分，篮下没站人。